爸，你能不能以后别来找我了？我刚买了房子，小朵又要交学费，我现在手里也没有钱，你还是去我哥那里看一下吧，我还上班呢。你一个站住！爸，你到底还想要怎样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钱。老二，咱做人要善良啊。我和你妈把你们几个拉扯大，容易吗？是，我和你妈现在再也没有能力挣钱了。但是老二，咱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啊，更不能忘了本啊。爸，你不要拿这样的话来压我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没有钱。反正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先走了。你谁呀？你拍我干什么？我拍你咋了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但拍你，我想把你的视频用剪辑软件卷出来传到抖音上，让更多的人看看你这个不孝女长啥样。哟，这么大能耐还会剪辑呢？那你还用说？我跟你说，我之前都是写日记，但是现在我都是拍视频记录生活。你看啥？我跟你说，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剪辑软件是剪影。那你想把我剪成什么样？把你剪成啥样那是我的事儿。我先弄一个推进，再弄一个慢放，特写、特效、导出。那好了，你看吧。但是，咱做人不能忘本啊。爸，你别老是拿这个话来压我。反正我没有钱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先走了。没看出来剪的还不错嘛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跟他父亲道歉还来得及，要不然的话我现在都把你这个视频传到网上去。咔咔咔，怎么回事？嗯，你干啥呢？不是，你看咔咔咔，你咔啥？你咔！我跟你说，你跟这个女的那是一伙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还我跟她是一伙的？我是导演，我们在拍戏。哎，你上来就一顿训，我的剧本里面也没你这个角色呀。你啥剧本里没这个角色？你还叨叨叨？你是导演啊？不是，我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你那是搁这拍戏了。赶紧走。导演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你看。我也喜欢演戏，要不然你在里边看有没有适合我的，给我安排个角色。哎，哎呦我的妈！哪凉快给我哪待着去啊！导演，你说这句话很有人性化呀。嗯，我跟你说，这大热天能说出哪凉快哪待着去，那绝对是真爱呀。我跟你说，就冲这句话，你让我演啥，你一句话啊，我不谈钱，光法都懂。你欺负一个老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有本事你给我练练。这位大哥看着他面熟啊，你就是保安戴飞吧？那是我，咋了？误会，误会啊！嗯，刚才我走的着急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哎，小伙子，哎，对不起了啊，对不起了啊！哎，你没有事吧？有没有伤着哪儿？没有，没有。得谢谢你们俩，谢谢。没事，没事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那你要没啥事的话，那我得先去上班了啊，呆。好，好，好，再见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没事，没事。弄去左大爷。哎，好嘞。你肯着我干啥了，大哥？看不出来你小子今天还挺有正义感的啊。你说你跟那些人混啥？大哥，我今天来就是跟你说那个事儿。说啥事儿呢？你赶紧说，我还得赶紧去上班嘞。我之前跟他们在一块瞎混，也是生活所迫。我刚毕业，然后找工作被黑中介给骗了，走投无路，又不想流浪街头。说一下跟他们在一块瞎混的，但是前两天他们让我去欺负一个摆摊的大爷，我不干，就跟他们闹掰了。就他们闹掰了啊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现在无业游民，无家可归。没有工作啊？那你愿意不愿意去俺公司上班？那我太愿意了，我就想跟着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儿。其实我做梦都想跟你一块做保安。啊，你说啥？你想跟着我做保安？那不是你这不是难为我吗？你别以为保安就能好干，你保安也是有要求的。看你人本质也不错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回去跟老板说，要看看其他岗位要不要人。我跟你说，我来这么长时间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俺老板一件事儿。
但是为你，我给你破一次例。你如果想走正道的话，我跟老板好好说说。谢谢大哥。你先不用谢我了，但是能不能成，我也不能确定。如果说老板同意的话，那你得好好工作。大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做人，认真工作，绝对不给你掉链子。走。哎，我说你这老头不长眼呐！啊，你往哪儿扫呢？啊，哎，你知道我衣服什么牌子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看到。我现在着急去见客户啊！如果这单子弄成了，我有几万的提成。哎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对不起，是故意的。要不，要不我帮你查一下。哎，拿开了，脏呢，脏呢，脏不脏啊？他不是已经给你道歉了吗？你也太过分了。没有谁生来就比谁尊贵，他清洁工怎么了？清洁工也是人啊。哎，他你谁呀？你爹呀？我不认识他，但今天这个事儿我管定了。弄脏你的衣服是老人家不小心，但老人给你道歉，哎，你却推倒辱骂他，这就是你的不对。你今天必须道歉。行，我来。哎，我不道歉怎么着？不用。啊，就你啊？你俩还想跟我练？对你这种人，我跟你说，我从来不会手软。你来啊！你要引领我，你俩打架。没事没事，是叫他给我让开。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没事，大爷，你别因为我打架，小伙子。又是你小子啊！我跟你说，上一次你去俺公司闹事，我还没给你算账。再一次你又欺负老人，我跟你说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大哥，小伙子，你误会了，他是为了帮我。帮你啊？这咋回事了？这是老人家扫地，不小心弄脏了他的衣服。但这个人不依不饶的，把老人推倒在地上，我实在看不下去，所以这才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欺负一个老人算什么本事？你有本事你给我练练。李根金，李根金，放弟，不是你这个人你咋回事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可以叫我徐飞，可以叫我戴飞，但是你不要叫我一根筋，我得犯罪叫我一根筋。这明明就是写着一根筋啊！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不是我这几天我也没有卖东西啊，谁寄的？我哪知道谁寄的？倒腐三十，还倒腐？好，怎么还倒腐？我谁给他寄快递还倒腐这么快？徐芬，你啥情况你？拆快递干嘛？你一个人乱来啥？我拆你的快递，我刚付了钱，我三十块钱我都付了，我拆你的快递。我手机刚刚显示1000收，我马上就下来了。你就在拆我快递。再说了，我里边买了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明明是我付的钱，我的快递我还拆你的，你买的啥东西？别看，别看！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那你，这都是那快递，他叫一根筋一根筋，我拿过来。刚才这个我拆了，我给你可以给你道歉，但这快递我付了30块钱，你给我装过来。拆我的快递你还想要钱？不是呢，他刚才跟那一根筋一根筋呢，我以为是我的，他叫错了。人家说的也没错啊，看好，一根筋就是我的名字。你别笑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他妈心态崩了呀！我太难了。